换教室。雷霆后加速前进，飓风号朝最近的路前进。彩虹号开启保护罩。美丽火车都是经过我精心设计的，保证你们喜欢。美羊羊，别怕，我来帮你。朝阳号一点儿也不弱，它是最强的修理火车。你试试按一下修复键。可是我不想当修理工，我想当急先锋。我想当后勤部队，冲锋陷阵不适合我。这是我刻意安排的。沸羊羊，你需要学会照顾同伴。美羊羊，你也要学会保护大家。可是。好了，今天就在这里扎营吧。哇，这些火车还会变成房子，好厉害！太棒啦！我们先休息一晚，美羊羊，把能量种子交给喜羊羊保管。怎么了？能量种子不见了。什么？那可怎么办呢？这倒不必担心，你们忘了我给能量种子加装了保险箱了吗？我的高科技保险箱防摔抗震，无毒环保，只有集齐了我们六只羊的掌印才能打开。那被灰太狼捡了也不怕。就算有了保险箱，能量种子留在外面还是很不安全的。懒羊羊，快用飓风号侦查一下能量种子的位置。根据飓风号的搜索，能量种子最有可能在这几个地方。你们马上分头去寻找，我留在这儿等你们。好。可是这车……要不我们交换驾驶吧？真是太厉害了！看我的！交换驾驶太棒了！
道是什么。找到了，是能量种子。哎，快去回收吧。什么？这是我先看到的。糟了，灰太狼！美羊羊，别怕，正巧可以试试霹雳号的威力。太厉害了！你完蛋了，美羊羊，你快帮我修理呀！好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天助我也！糟了！这可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啊。得到能量种子，我就能恢复年轻活力了，到时候想抓多少羊都可以了。太好了。什么破盒子？哎呀，嘿嘿，没用的，这是村长特制的盒子，你是不可能打得开的。让你说。我明白了，只要收集起你们六只羊的手印，就能拿到能量种子了。灰太狼，你好棒啊！警报，被包围了！警报，被包围了！天助我也！都怪我！不要紧，还有懒羊羊和暖羊羊他们呢。啊！只剩班长了。什么？暖羊羊不见了？暖羊羊好样的！找到你了。现在只差老羊的手印了，我就能拿到能量种子了啊。都怪我，要是我没有用霹雳号乱砍草，你们就不会遇到这么多障碍了。怪我，是我乱用招摇号才让大家被抓的。找到了，老羊，我来了。不要伤害村长。你们再喊也没用。区区杂草竟敢挡我的去路，看我的。还说自己有多厉害呢。你想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救命啊！如
如果不想他们被我红烧青灯油焖，就乖乖给我开路修车。你别伤害他们，我们帮你。那快点去吧。村长说的对，我要学着用勇敢保护大家。我也要尝试用耐心照顾大家。手艺不错嘛，不过美羊羊去开路真的没问题吗？她一个娇滴滴的女孩子。别小看美羊羊，霹雳号是属于她的专属火车。终于完成了！哇，好厉害呀！我也修好了。呀，终于修好了，慢羊羊，我来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修理天狼号的时候，顺便把同伴都救出来了，还把能量种子也给拿回来了。哎呀，气死我了！看我怎么收拾你们！我们上！咦？西塔合体，威力无敌！会回来的。哇，你们看，我们来到大树上了。前面有枯枝挡住了去路，让我来为大家开路吧。美羊羊，让我帮你的霹雳号保养一下吧。谢谢你，美羊羊。看来他们明白我的用意了。